美国神韵艺术团的影响力无远佛界，每年神韵在台湾演出，都吸引了众多来自东南亚以及大陆、港澳地区的民众慕名前来。香港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伟问，27号晚间观赏了神韵在桃园的晚场演出，这是他为了神韵第三度专程从香港飞到台湾。只为一睹神韵演出的风采，让来自香港的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伟问第三度专程飞到台湾。我是第三次从香港来看神韵，我觉得我每一次看神韵就像回到中国的历史，看一幕一幕很有趣的故事。神韵演出的内容取材自中国历史与民间故事，从远古的神话传说、辉煌的汉唐盛世，到今天中国大陆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，将5000年文明演变蕴含其中，精神的力量最让龙伟问感动。最感动我的是，我看见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坚持，他们被中国共产党逼害，但是他们不投降，仍然坚持法轮功，这个很厉害。龙伟问说，神韵让世人看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原貌，他很希望在香港的朋友也能看见神韵晚会。神韵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舞度都给大家看了，我在香港都没有看过那么精彩的中国传统的舞度，如果有机会，我真的希望神韵可以来香港给香港的朋友看一看。新唐人亚太电视范江富龙张年杰台湾桃园采访报道。